大家好，我是死佬，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我哋今日玩埋最后一集嘅 hand， 冇错啊，今日最后一集嘅 hand 啦吓，应该咁点解会嚟翻啲咁前嘅地方嘅咧？其实呢一度系重新再玩过一次嚟嘅，因为我发觉咧，原来漏咗一个好紧要嘅剧情，漏完之后咧，你就冇办法再改变得到噶啦。咁所以由头开始玩起。咁呢一度攞完之后咧嘅剧情系一样嘅。因为攞咗有好紧要嘅道具嘅啫，好，咁我哋开始啦。咁嚟到呢度咧，就会触发到呢、這个叫做见到培儿喺度走咁嘅情况，但系系唔好跟住佢走嘅。咁我哋要周围调查下其他房嘅，从里边听到一啲说话嘅声啊，系边个随便偷咗我嘅指甲油？原来系咪嗰个咁嘅恶劣嘅女人啊？跟住咧，跟住去边？唔知道。咁跟住我哋周围睇下先，唔好行出去呢个房啊！我哋逐间房逐间房睇一睇。二国书籍，哈鲁符嘅身体，竟然有哈鲁符嘅身体，咩咩嘅食用方法，咩咩系咪哈鲁符嘅食用方法啊？摆喺隔篱嘅应该系啦。收纳住睇唔惯嘅书，鲸鱼之歌，信任他人嘅意义，冇咩意义，唔会啦。在某一个地区，他们被称为以美妙的歌声迷惑人心的海的恶魔，即是他们是哈鲁符。往后看，哇，好惊啊！看到本书叫往后看，忍不住望在后面，跟住见到那个人真的吓死人。恶臭工鼻，什么恶臭工鼻？臭女人的故事，是臭女人的故事。他是卖臭豆腐，所以他叫臭女人。在某一个地方住了一个贫穷的女人。女人工作住，努力咁样工作住，泥水同埋汗水同埋眼泪混埋一齐嘅臭味，充斥住整个鼻腔。咁都系人哋闻到啫，自己应该闻唔到。因为咧有臭狐嗰啲人咧，同埋乞衣系闻到自己有臭味噶嘛，只有别人先察觉嘅啫嘛。佢觉得我都唔知几香，你识条春咩？于是出现咗个亲切嘅人，将香水洒咗喺臭女人嘅身上边，跟住咧。冇咯喎 ，OK。如果伸手嘅话，如果伸手嘅话就会牵住。OK， 搞乱咗呢一度，调查完，跟住我哋咧就要过翻去另外一边。吓、啊，好复杂啊！呢、這、一个咧，如果你唔睇指令咧，你根本上都真系好难识玩，唔系好难嘅，你要做多好多嘢。咁我哋为咗加快嘅进度，咁我哋出少少猫话嚟到呢间房嗰度啊，应该有啲道具要执嘅，要封蛋糕嘅做法啊。之类其他甜品书籍 ，OK， 冇咩特别，冇咩特别嘢，有防光碎，攞先啦、啊、防光碎唔知咩嚟嘅，唔好啦，攞咗就唔好放翻原位啦，应该有啲用。香水，咦，香水得咗香水，跟住就要翻翻去嗰度调查翻嗰本书嘅，好似系，啊，因为佢话要撒喺个女人嗰度，咁即系我哋要喷两滴喺嗰个书嗰度，系咪？呢个唔系提示咧？在书上面撒了啲香水，文字浮现了出来。臭女人非常之高兴，但是香水的味道马上就消散了。想要香水味道的女人就马上出去寻找了。哇！你寻还寻，唔关我事，大佬，好恐怖呢啲嘢，烂泥怪咁嘅样。跟住咧，隔篱依间房有个蛋糕。哇哇咩事？收纳住焦黑咗嘅红玩偶，系咪即系一开始见到啊边个嗰度嗰啲玩偶咧啊？之前烹调咗啲咩啊？好严重嘅臭味啊！得到咗糖果，厨具被摆放得整齐，水槽里边有啲红黑色嘅水，放住字条。如果分得太少会嬲噶。唔好太多，亦都唔好太少就好啦。冇特定喜好，多多少少。正喺度减肥，要注意唔能够太食咁多嘅甜食。冇分到俾姐姐多嘅话就唔要。OK， 咁跟住咧，分啦。长女，哇，弊家伙，我唔识喎呢度吓。长女就要最大嗰嚿啦，唔好讲少啊。次女就要呢嚿啦吓，食晒一笨。四女是但啦吓。有啲复杂啊呢度，等我谂一谂点样咩先，食晒冇啦，分得真系难啊！求我重新嚟过，
吓、啊，真系噶？咁好啦，出发啊！冇人冇眼蛋糕新食，不得了啊！我系耶稣嚟嘅啫吓，五饼二鱼就系佢，我就系五个蛋糕。睇多次先，六分得太少会嬲。六，等一阵啊，太少会嬲吓。六一四五二，咁个三咧吓，唔好嚟吓，睇多次先。六就系分得太少会嬲，咁即系中间啦吓，唔好多唔好少就好啦。一都系中间嘅，四冇特定喜好都系中间啦，即系话正喺度减肥，要注意不能食太甜，即系最细嗰份啦，应该冇分得比姐姐多嘅话就唔要，系二冇得分得比姐姐多嘅话，姐姐即系你排第几？佢比第一嘅大吓，即系要多过一嘅，应该就系、是分得太少会嬲，真系唔知啊，唔使多唔使少就好啦，即系中间啱啱好一半，冇特定喜好，即系四嘅随便。OK， 有几多份啊？喺度蛋糕有五份，但系点解个三姐唔见咗嘅？即系三姐死咗定点？系啊，分蛋糕，睇下先。有两份长女呢就应该是长女应该是这一个的，是啦，长女是这一个的，是不是的？长女要这一个，次女即是二女，二女要跟姐姐一样，即是排隔离下面这一个，跟住四女就随便，五女都系随便嘅，六女就呢、這个，咁样应该分得匀啦，吓系咪？咩啊？分得真系难，顶你个肺啊！你点分？你食咗屎啊？你班友，可恶！又要入翻嚟出翻嚟，啊，劲难，劲麻烦，分得太少嘅会嬲，分得太少嘅会嬲。唔少啊，唔要太多，唔要太少就好啦，即系中间啦，啱啦。四下冇咩特别喜好，呢一个可以分少啲。正喺度减肥，唔好食咁多甜嘢，即系少啦。而唔可以分得比姐姐多就唔要咩啊？不能够分得比姐姐多嘅就唔要啊，啱啊，冇错啊。OK， 开始。好，大约明啦吓，嚟多次我哋吓，即系话我谂二嗰个咧就系、是、要就系、是、要最大嗰份，因为佢话唔可以分得比姐姐少嘛，咁即系最大嗰份俾你啦，二吓你大晒得唔得？即系六就应该系中间，因为佢话唔可以咩嘛，啱唔啱啊？今次啊分匀啦，真系得咗啦吓，诶。有人敲门，好惊喎！咩事？边个敲门？冇人，人呢？将呢个还回去啊！咩突然间人掉低条裙俾我，会唔会有啲过分呢？吓、啊，你哋分完蛋糕跟住点？哦，我知啦，其实佢都系熊仔嚟嘅，即系第三只就俾人敲熟咗，所以就唔使分，系咪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去翻二号房嘅，应该二号房嘅呢一度打唔开，唔系呢度呢度，哇！好似沾满血迹嘅熊仔，哇！呢度已经食晒咁多粒糖咁仔，太重冇办法移开。边个？嘈死人啦！咩啊？哇！哇！发生了什么事啊？我死掉了，我还没有 save 啊，妈的！咁好啦，大家等一阵啊。好啦，我翻翻嚟啦，啱啱俾个女人无啦啦殴打咗一身啦，我发觉入错房啊，唔怪得啦，撞你个鬼，原来系上面呢一间。呢条裙点解你会带住嘅？啊，都得啦，系啦，将呢样嘢交俾嗰个人啦。跟住咧，我觉得由你交俾佢比较好。咩嚟噶？拜托啦。
得到红色嘅指甲油。O K， 跟住又咪去翻一楼，即系因为个女人话唔知边个贱女人偷咗佢指甲油之类处理嗰啲嘢噶嘛，食翻个补血先啊！呢度俾翻个指甲油你，等一阵你喺边度揾到噶？果然系嗰个女人攞咗，就系咁啦，系咪？但系你放心啦，但系咁样就放心啦，好似可以赶得上派对，派对点点点点，跟住咧完全唔得，我唔中意啊！帮我去嗰个女人个房度攞。洗去光水过嚟啊！咁样根本就赶唔上派对啊！攞奇怪嘅嘢过嚟，你真系完全派唔上用场啊！咩啊？灰姑娘咁，我而家好似不断系咁，太迟啦！咁样就可以赶上派对啦！吓、啊，我发觉喺里边啲人系嗨大咗，完全唔知自己讲紧咩。我读完我都唔知道，因为系啦，话俾一支好，话俾一件好玩嘅事俾你听啊！我之前睇到嗰个女人将柜里边嘅某啲嘢收埋咗，你睇。因为那个女人有啲咩都收埋嘅癖好啊，啊，虽然同嗰件事冇咩关系，但系姐姐话早上开始就嘈住香橙唔见咗，中意嘅香橙唔见咗，一定超嬲啊！睇佢从上昼开始一直窝向浴室里边，哇！佢洗到皮都甩喎，唔该，随便接近嘅话，唔知道会俾人叠样吓，跟住俾人蜘蛛咗咯吓。虽然两件事好似根本互不相干就系啦，OK， 啊。唔好理，跟住我哋去翻边度啊？吓，即系西服先。佢话将个柜收埋，将啲嘢收埋咗喺个柜嗰度。咁我哋睇一睇啦吓，应该就系都系响翻之前攞香水嗰个房。咩事？边个嚟？尽快匿埋！咩？尽快匿埋？点样匿埋啊？匿埋咗。边个？同我出嚟！我唔出嚟啊！你话俾我知咩？你理得我边个啊？我唔出嚟。是错过，是啊 ，Outlast 嗰啲角色俾人捉，全部都系错过嚟嘅。啊，佢永远都开咗隔篱个柜，点样呢？好似俾啲咩人注视住咁。如果被告密嘅话，点算呢？哇！哇！好恐怖、哦，真系好闷啊！都知系姐姐有，真系狡猾啊！我真系觉得呢个系六兄妹嚟嘅呢度啊，分蛋糕嘅六兄妹，收埋咗喺边？收埋咗呢个柜上边，应该系得到个香橙 ，OK 就得。会唔会翻翻转头咧？嗰、那个人吓，我哋因为有咁嘅担心，应该唔会嘅。跟住就比较拣啊，姐姐啊，呢个有只熊仔俾人碾爆咗个头嘅熊仔，俾个香橙你，呢、這个香味。你唔系好了解啊！我真系唔系好了解。代替呢个孩子俾呢个你啦，呢把刀一定能够表示出佢决心嘅象征嘅。咩事？突然间滴咗啲水声出嚟，点点点？点解把咁嘅刀？得到玩具小刀。OK 啊，跟住咧啲剧情咧就其实同嗰边嘅一样嘅，咁我就唔玩住啦。咁我就直接翻到去个分支嗰度，我先会再翻嚟。咁多位吓。好啦，我又翻翻嚟啦，剧情又嚟翻呢一个位，冇错，个终结点就喺呢度，唔准入去，只要系攞到玩具小刀同埋其他嘅分别，只怪物系唔会伤害你噶啦，咪落，跟住就吓觉悟咗，跟住就去翻主人房，啊唔系去翻呢个社长嘅房，啊跟住又发生咗呢啲剧情，呢度应该都系冇咩分别，我谂即系死苦啊。当我有攻略的时候我玩了劲短时间，十分钟之内已经去了之前啱啱玩了两个钟，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嘢，都是那些嘢啦 ，up 翻啲啊！你又想扮线低跟住跳楼啊？吓，护长冇吓，你跳楼之前千分为足俾我攞翻啲钱先，跟住点啊？吓，闩住门，呢度都系一样喎，呢度吓完全冇咩分别，咁个分别究竟喺边度咧？吓？呢度都系飞一飞先，你条女嚟咗，好，我即刻翻嚟。不过其实呢只 game 收配乐我都觉得好浪漫，我好中意呢啲音乐，古典音乐真系好正。系咪古典音乐咧？死都唔好乱噏嘢，得唔系俾人笑到面都黄埋。大约啦，呢度都系冇分别喎，吓、啊，全部嘢都唔通我做漏咗啲嘢？点啊？呢度都系，咦？呢度都系一样，
跟住我就逃走嘛，跟住我哋吓系咪？呢个贱妇系啦，我哋逃走咗先，唔好嚟吓，冇理由冇分别嘅，攞把菜刀吓，冇攞把咩古刀。哇！咁快啊，即系听到啲喊叫声，我哋都已经扣咗啲血啦。然之后真系好起鸡皮嘅，听到呢啲咁样，就翻去先拿一淋。应该系呢个，哇！追到嚟，好快，好急，好快，好急，补多次血先再，我惊会死。OK， 应该喺呢度入边。好啦，又嚟到呢个终结房。吓，我会拎把宝物小刀打死佢啦。你好优秀，因为想自己做嘅嘢而贯彻到底。你为咗实现梦想先努力到而家，系咪？仲犹豫啲咩啊？咁样即使喺波尔或者培尔感到寂寞，都仍然想实现嘅梦想，系咪？但系你有冇意识到呢个梦想只系你欲望嘅虚梦嚟嘅啫？系啦，剧情系开始有啲唔同啦，终于到我已经唔会犹豫噶啦，唯有阳台锁匙同小刀，咁梗系小刀啦吓，冇理由系阳台锁匙插自己。自杀即是怎样？还有你的胸怎么缠着绷带？恭喜你什么？我自杀你恭喜我，即是他有个镜面，他有个恶魔插，就是恭喜你啊米洛，没想到你真的杀到他。佩尔，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初次见面米洛，直到而家为止好开心咧。你苦恼嘅样真系个杰作啊！佩尔咧，你将佢醉成点啊？你对佢做咗啲咩啊？仲未，咩事都冇做。呢、這个孩子只系渴望改变啫。之后会变成点，我就唔知道啦。将佩尔俾翻我。如果你想我还翻俾佢，咁你就再嚟追我咯。诶，开始剧情峰回路转啦，咁唔知咧，但系我觉得有嗰个男主角嗰个结尾嗰个感觉，喂，突然间又执干净晒啲嘢啊，重逢系咪就系咁简单？吓、啊，呢、這个女人引导我哋过去，咁我哋就过去咯，喺边度？追住佢，啊，俾翻佩尔我。呢个系啲结尾嘅音乐啊，虽然都应该真系结尾噶啦。佢突然间喺呢个 reception 原来系咁空旷啊，之前乱糟糟嘅 reception， 而家变到咁空旷，真系有啲睇唔惯啊。其实我一直都唔知嗰个位系呢个位嚟，我而家先发觉系。OK， 点啊？要唔要存档？存个档咯，咁你问得咁计要啦。咦，又嚟翻呢个地方、啊。啊、又是这个咁嘅走廊，系咪即系佢哋相遇嘅地方呢？真系、哦，你仲真系，你都真系好啊，实现到梦想，咁你又点啊？我嘅梦想啊，听起嚟之后唔好笑、哦，嗯，我想开一间葡萄酒嘅商店，虽然冇可能实现就系啦，收购罕有嘅葡萄酒之类，做啲好似合乎客人原则嘅葡萄酒之类嘅嘢。从中得到咗喜悦，好似咁样嘅店啊，虽然大概都做唔到噶啦。对唔住啊，讲咗啲咁奇怪嘅嘢，边度奇怪啊？诶，一开始就放弃嘅话，就咩都冇噶啦。只要自己认为想做，咩事都做得到。我系咁样谂先走到你过嚟呢度噶，我都能够做得到呢啲咁嘅事，我会去试下嘅。去试下做咯。OK 吓，果然系一啲记忆嘅场面，最初大家相遇嘅场面，同主角系有啲唔同。即系其实主角都承诺过，跟住真系咁样推动咗佢。嘿，你嚟迎接佢啊？佩儿，过嚟呢边。佩儿又嚟啦，之前嗰个咩眼神，一鸡两尾啊！主角呢度，佩儿话佢唔想翻去、啊。
你对培仪做咗啲咩啊？咩都冇做到，只系培仪话想留喺呢一度咁样啫。吓，妈妈，妈妈，你已经唔对妈妈抱有期望啦，同爸爸啊，唔系 ，sorry， 我已经唔对妈妈抱有期望啦，同爸爸一样。即系点啊？培仪要做个大人啦。爸爸妈妈都唔在乎我自己嘅，都只系在乎自己嘅嘢，完全冇为培仪着想嘅，先至冇呢啲咁嘅事，系咩？既然系咁，点解你会变得同嗰个人喺埋一齐啊？咁系因为嗰个人比较有钱咧，因为唔会动手打妈妈。喂，咁呢个真系你爸爸唔啱喎，啊小朋友，因为比爸爸嚟得聪明。你闹够未啊？每一个细路女都惊屋企人闹啊！对唔住，我咁大声闹你，我只系因为自己嘅梦想，脑里边只系谂住自己嘅梦想，所以认为总有一日对屋企人嚟讲系一件好事，自以为是咁样误会住，将培仪同埋波尔抛埋咗一边，所以先变成咁。只顾住工作，你真的认为这样好咩？你亦都稍微为培仪想一想啊！你个人识咩啊？培仪，好好听妈妈的话，我哋再次三个人一起生活啦，一起用餐之旅，去旅行之旅，倾下好多好多的事，这样是理所当然的事。Motherfucker， 去个咩防毒啊？对唔住啊，我佢做唔到，对唔住啊，已经唔会再令到你感到寂寞噶啦。你唔好突然间做出一副母亲咁嘅样啊！无论几时，爸爸妈妈都系好自私自利嘅，而家先对我讲呢啲咁嘅嘢，我一啲都唔会相信啊！就算系咁都冇关系噶。我就想一家人一起相处咋，妈妈，我想爸爸妈妈在一起啊，分离之类嗰啲嘢我唔要啊，对唔住啊，真系无聊啊，培仪就系咁简单就原谅得咩？对唔住啊，果然我仲系想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啊，算啦，随便你啦。哈老父，我哋走啦。你以为你走得甩咩？佢又系讲呢句，我知道。诶，今次竟然冇事，今次竟然冇追嚟，因为哈老父唔中意佢，系咪？因为男嘅中意，所以先会追，而女嘅冇咩所谓啊。其实，所以就冇追。人类总系一次又一次咁样犯同样嘅错，重复嘅错误。跟住咧。跟住点？就得咗，就系咁简单，真系噶？系算啦，培仪唔可以太嘈噶。呢度应该系之前点解要搭船嘅？培仪唔系讲好咗，系咯？呢度应该系冇乜分别，呢度都系冇乜分别。吓，最后个 end 应该都系一样。诶，唔系，妈妈，你果然系讨厌爸爸啊！妈妈都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表情去面对那个人才好呢？之前搭船的那个时候，爸爸跟我说跟我结婚，那些什么这样的话，这些这样的事我现在还记得。即是个幸福的家庭真的不可以有家暴这件事，你一打个女人，那个女人就会记住一世，开心的事女人都会很容易记得，男人是很容易不记得大部分嘢啦吓，有啲印象深刻嘅都会记得嘅，但女人系好多嘢都记得，佢哋啲记性系好夸张，所以我好憎我阿妈，成日提住我自己啲错失。不过冇计啊，鬼叫女人好记性咩？不过佢哋都记得其他开心嘅嘢嘅。爸爸，爸爸，咩事？爸爸一直捉住妈妈嘅手啊！波尔，我对你唔住。我令到你担心，造成了这么多的困扰、梦想。其实我还是不想放弃，但是已经不想再跟你们分离了。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相伴，我才努力到现在。但是我居然，所以再一次，我们再一次三个人一起生活了。啊，老豆做了最后的胜利啊，胜利的表情。咦，哇，好靓啊，好适合妈妈，多谢你。啊，这里应该是最后的 end 是没变，跟住就是高歌一曲。是啦，没错。跟住就 end 了。其实好入骨的，我觉得这个游戏呢，因为完了啦，咁我都讲下啦。我觉得好入骨的，有啲嘢。即係好大，即係你冇拍拖，可能你冇諗过一啲家庭嘅嘢呢，你可能唔会諗呢啲咁嘅事。都会有一啲车上。但係即係我同阿死婆咁耐，就会諗好多啲嘢。有时梦想是怎样呢？其他东西又是怎样呢？家人重要一点还是梦想重要一点？究竟我是不是还是追逐梦想的时候呢？有些人说追逐到五六十岁都继续追逐，好事来的，我觉得。但是如果你结了婚之后呢，你应该怎样？我应该继续追逐我的梦想啦。当然是家人这些东西结了婚，他就自己会生成的啦。不会，好古怪，是不是？在这里的故事有没有分别？是有些分别的，我们看看他们一家人幸幸福福这样。这里是的，所以不知道。即是你越有梦想的人，我觉得你拍拖好了，你不要结婚。熊仔是那只这样的核突的熊，因为由那个男人送的，女其实一直都不喜欢。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只熊仔会烂面被人熏黑了。那只这么可爱的，因为女都不喜欢，名牌子哦。不知道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咯。即系我谂屋企都冇再发生家暴嘅呢啲咁嘅事啊，应该啊幸福喺埋一齐，完美嘅结局。大家又点睇啊？对梦想呢样嘢咩 will 唔知道？咁好啦，咁多位咁就 end 咗噶啦，应该啊，全部 end 我都应该玩齐，所有嘅结尾都应该做完噶啦。咁咁多人都鍾意就畀個 like 或者畀個 comment 我，呢啲都係嗰句啦，呢啲係動力嚟嘅。想繼續睇多啲片呀，想其他成，不過都係嗰句啦，因為死佬畀人炒咗啦，下一份工嘅時間可能比較難就。如果大家亦都有心機睇到結尾，都係忠實 fans 啦，聽埋我講埋呢幾句，希望可以繼續陪伴大家。如果唔得嘅話，就希望大家見諒啦。我都會盡力出片嘅。咁好啦，咁多位，拜拜。